还要去找壮壮。壮壮又逃走了。你不要去惹壮壮，人家壮壮躺好，哎，你来找我，你要找，你就脱逃。壮壮在准备，壮壮不可以哦，不可以，兄弟弟哦。壮壮气势，点到为止就好，哦、很好，照料真好。那比例的背包，背包巾啊。你在干嘛？你要不要睡觉了？你就特倒，特倒，要睡觉了吗？哦，很悠闲的哦，还在踢腿呢。哦，踢到这个嘴，你看这腿口跟他用呢，你看没？哦，弄肌肉了，够好的了。卡布，我们在痛啥？卡布。哎呦，你去弄，老要大补啦！你不要吃被单啦，吃床单啦。没关系，那是你妈的位置，你去把口水留在那边。我娘开始会转向了哦，不要瞌睡，自己会稍微会有点爬了，很得意耶。我睡眠音乐放下顾兰公一秒入睡，你都不要搞困呢，你嘛敢买单一个无？啊，放要几点钟啊？你拢无爱困？搞晕啊！你困无啦？给点面子嘛，人家一秒入睡，你听到无？无你听人讲话。要睡了吗？要睡了吗？要睡了吗？看来是没有。他的爬行就是这样子，慵懒像毛毛虫这样子，这样慢慢前进。没有在踢了，速鞋啊！爸爸，没听上。爸爸。二三，爸爸，崇拜我吗？来啊，要找到声音的源头，他爬过来，他现在要来找我了。你不要那么认真看我，我还在打拍子。你不要那么认真看我，我也害羞了。干嘛？学会了吗？嘴唇放软是精髓，好不好？你要把你的嘴唇放软。OK， 要看到入神了。对了，刚才困了，睡觉了啦，睡觉了，好。哎呦，你嘴软啊，老要等啊，你蜘蛛人哦，准备睡觉了没？
下来呢，滚下来，你的那个卡介苗越来越像奶头呢。唔捌咧，小公你去整形啊，把奶头刷来边啊，你知不知？来我检查一下你奶头还在不在？看一下，哎呦还在，好还在，哦奶头还在就好了。干嘛？好了，睡觉了。哼哼哼哼哼哼，困了呀，刚才困了呀，晚安。